各位修行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的师父啊当作他就是佛视线来帮助我们的，只学他身上的优点，师父尽管有缺点，他也是叫我们对他起一个不变的信心啊。师父视线这个缺点是要我来修忍辱，修一个不退的信心的，各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所以我讲一个修行者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能够帮助他乃至让他引起一个不退菩提心的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各位在念哦，各位要把你所亲近的师父和尚那么就现在空中，他用一个关爱无私心的慈悲心的眼神啊，这样子微笑的看着你啊，看着一切众生，让我们这个脆弱的心呐、啊，有一个依止。这个时候，来礼请的一切法师啊，一切善知识，一切上师都现前来帮助我们今天的法会。愿一切受苦的历代的祖先也好，冤亲债主也好，这些所谓鬼道地狱众生也好，都因为大家的悲心啊，佛菩萨的加持，他们可以真的离苦得乐。所以这个时候跟我念来，喇嘛千诺，喇嘛千诺啊，这个千诺就是你完全的知道我的心，你永远会帮助我，在我最苦的时候你是我最大的依靠，你将带领我的生命离苦得乐，这样叫千诺。喇嘛就代表我们的师父啊，我们所接近的法师啊，就代表喇嘛。所以大家一起念哈，四个字，然后念的时候各位一定要把你所接近的一切法师都观想，他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啊，在加持着我们，让我们呢、啊、真实的能够去利益众生，让我们呢、啊、修行之道永不退转啊。信心是一切功德的根本哦，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念喇嘛千诺哈，来，喇嘛千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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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好像一位流浪的孤儿，在这个轮回的世界里面苦不堪言，唯有能够靠着佛菩萨乃至佛菩萨所示现的我们的师父，才可以带着我们离苦得乐。所以各位一定要在你的心目中找到一个真实的啊，像佛菩萨的化身的一个师父，
能带领着我们修行，究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随时要祈求祈请这一位生命的老师啊，能够现前。所以各位随时要念的喇嘛千诺啊，就算你还没有认识你的善知识，你更要祈请。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修行的一个善知识，更要24小时的观想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就像观世音菩萨永远把阿弥陀佛放在他的头顶上。观世音菩萨不管哪里救苦救难，怎么样的苦，他想着他的师父阿弥陀佛随时在加持着他，这样啊，他就在苦难里面不断的帮助着众生啊，这个就是天诺的意思。所以各位，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接下来啊，我带各位念的伽玛巴千诺啊，请了这一位千佛事业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来加持我们的法会啊。在念的时候，各位就像一个啊孤儿找到妈妈一样，事实上啊，观音菩萨阿弥陀佛都在你的内心呐、啊。当你找到你内心最好的那一面的时候啊，你会非常的感动，你会永远想要停在那个地方，甚至好像要掉眼泪，不是伤心的眼泪，是一种感动的，找到自己的眼泪。哎呦，不要再流浪了，我不要再执着在爱情啊、欲望啊、金钱啊、名位啊，我应该恢复我自信里面的观音，我应该找到我心中的佛啊，啊，这样的来念。我们只是借着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你对他有信心，他代表佛，代表菩萨，来找出我们心中的佛啊。所以各位以这样子的心一起来念哈。伽玛巴千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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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玛巴千诺。那么各位在念这个名号的时候啊，你应该感觉到心里很感动，甚至酸酸的，甚至头皮发麻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终于脱下了我们这个假面具，在追求一个真理的心灵跟生命啊。所以我想
就像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啊，我们已经热泪盈眶了，我们用了一辈子的努力，就是希望看到阿弥陀佛啊，我们的生死可以解脱啊，我们还可以利益的无量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想希望各位要学习很专心的念念阿弥陀佛，乃至念经，念到你流眼泪啊，念地藏经啊，要念到流眼泪啊啊，我们好像地藏菩萨一样，看到自己的妈妈在受苦，看到无量世的父母在受苦，我们要发起一个大愿，乃至牺牲生命，也要让一切六道轮回受苦的如母亲的众生呢、啊、离苦得乐，这样子的来读诵地藏经，读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我想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可以体悟到佛菩萨的心。所以经典里面说啊，一个人如果发起了一个真实的慈悲心呢、啊，他就有如在火里面烤一样的痛苦。各位，你想想看，如果你看到你亲生的独生子在被火烧、被硫酸泼，你一定很痛苦，急啊、哭啊，嘴巴就念着佛菩萨的名号，求着佛菩萨救了我的子女父母离苦得乐吧。我们一定要有真实的这样的发起一个慈悲心啊！就像各位住在丹东啊，我下午经过鸭绿江对面啊。啊，这个北朝鲜真苦啊，没有电啊，这么穷啊，我们这边已经高楼大厦，如果你修慈悲心啊，你看着对方好像是妈妈住在一个这么贫苦的地方，就像我们的儿子没饭吃吃的地方，你自然就会掉眼泪，然后你就想着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我想各位一定要经常修这个慈悲观啊，让我们的心恢复了柔软的状态。我们的心呢、啊，因为有一个强烈的自我思想叫我执，而起了一个贪嗔痴的，哦，我喜欢的要占有它，我不喜欢的要攻击它，以这样子的爱恨交织的心态，而造了很多的行为叫业。因为这个贪嗔痴造业，把我们的最好的佛性、最好的那一面消灭掉了。这个我们到佛堂来啊，看到了阿弥陀佛，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当你自动掉眼泪的时候啊，就像看到你自己本来的面目啊。那个时候啊，你会觉得世间疾苦啊，啊，红尘轮回真苦啊，我们是个三界六道流浪汉、孤儿一样，真想赶快离苦得乐。所以佛陀说啊，像我们这些凡夫啊，就是以无明没有智慧做父亲，以贪爱执着做妈妈，才会让我们这样六道轮回苦命的有情儿啊。我看看很多妈妈带着儿子来，带着女儿来，各位你想想，这个小孩子因为我们的无名欲望把人家生下来，他不生下来还没事了，生下来为了生活，为了将来的生命，他要努力读书，他要赚钱，他还要面对很多生命的苦啊。有时候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么不慈悲的无名呢，把他生下来让他这边轮回受苦呢？各位真是如此，生命的苦，各位如果真实的去想，苦不甘言呐、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帮助的这些众生，比我们苦了千百亿倍，所谓的鬼道的众生、地狱道的众生啊，这些鬼道的众生啊，佛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有一位阿罗汉尊者啊，有一天带着他很多的徒弟要入一个大城的时候啊，他在外面的时候，阿罗汉就一直摇头啊，皱眉头啊。他们这些徒弟奇怪啊，师父今天怎么皱眉头，心情不好啊。然后进了城以后啊，这位阿罗汉又在树边打坐啊，也一直摇头，然后喃喃自语在那边说话。后来有一个小徒弟啊，控制不了了，他说，师父啊，我看你整天心情都不好，入城也心情不好，怎么一回事啊？师父说，来吧，你们集合吧，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啊，师父刚刚带你们刚进城的时候啊，在外面啊碰到一个小鬼，真正的鬼，小鬼，他可怜的跪在那边求我，他说啊，尊者啊，你是阿罗汉有神通啊，我妈妈叫我在城外等他拿食物回来啊，我在这一等500年了、啊，饿啊，饿的已经不成鬼形了，不是不成人形，各位，我们人饿7天还会死掉，鬼多可怜，鬼就是永远在饥饿，所以叫饿鬼道。怎么饿都不死，他说我已经500年的饥饿在等我妈妈，我妈妈说要回来，到现在没有回来啊。所以这位阿罗汉尊者说，你看啊，徒弟啊，我看到那个小鬼啊，我替他可怜了、啊，
生命轮回真苦啊，你们要好好修行啊，而且要帮助那些鬼道。所以我进城以后啊，我就到处找他的妈妈。所以阿罗汉说啊，我终于在树下找到这个女鬼，我就跟这个女鬼说，你的儿子在外面等你500年了、啊、你不是要拿东西给他吃吗？这位女鬼眼泪就掉下来了，她说，师父啊，你可怜可怜我啊，我进来啊找食物啊，终于等了好几百年，终于有一个修行人吐了一口痰呐、啊，我抢了这一口痰呐、啊，我就握在手上想要给我儿子吃啊，但是啊，我每次抢到一点东西想要出城门的时候啊，城门外有一些大罗刹鬼就把我的东西通通抢掉啊，这500年来我根本拿不到任何食物，我自己也饿死了，何况我外面那个儿子啊。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女鬼啊就跪下来说，老师父啊，你有神通啊，请你帮助我，帮助我出这个城门，让我见见我的儿子，让我手上是一滴滴的口水让他吃好吗？所以啊，这个阿罗汉说啊，动徒弟啊，那个时候我就入定神通啊，把这个女鬼带出去。所以各位听我讲这个佛经里面的故事啊，如果你知道鬼道的痛苦，那你真的是替他哭啊。在佛的时代啊，还有一位比丘叫真众比丘。真众在还没有出家前，他家是个有钱人，他的爸爸早死，就剩他们母子两个人。但是真众啊接近了佛陀以后啊，啊，好羡慕出家的生活，他经常拿着钱去供养出家人。那个时候真众的妈妈就一直骂真众，哎呀，你不要浪费你爸爸留下来的财产啊，这些光头每天都成天不干事情，你干嘛拿东西供养他，以后千万不行，那些乞丐自己不赚钱，千万不要把我们的钱给他们。他的妈妈就是很尖贪，不但尖贪啊，又毁谤三宝。但是真众没办法啦，他还是要好好孝顺他妈妈。后来他妈妈死了，真众就跑去跟佛陀出家了。真众出家以后很精进，那么出家了20几年啊，有一天他在树下打坐的时候，突然后面好像有怪怪的东西，回头一看，哇，吓坏了，有一个女鬼啊，头发长啊，长到地上，把手脚的指甲都绑起来，女鬼又脸啊火在烧。真众看了吓坏了，跑起来啊，当他跑的时候，那个女鬼就讲话，儿子啊，儿子啊，你怎么跑开了呢？妈妈一直在等你啊。那个时候回来，真众说，你这个鬼。然后这位女鬼现前啊，真众看啊，原来是我的妈妈，做鬼啊，妈妈怎么办啊？后来啊，这个女鬼说，真众啊，如果你真的要孝顺妈妈，拜托你去跟我拿一个杨柳枝，我知道我们鬼道里面这样流行啊，如果你帮我拿一根杨柳枝啊，拿这个杨柳枝放在干净的水里面去供养你们那些出家人啊，我以前就是不懂得供养出家人，你帮我拿杨柳枝放在水里面变甘露水供养里面的出家众，以这种功德啊，我就可以喝到水，搞不好还可以脱离鬼道。哎，真众就赶快站起来跑去问佛陀，说，佛啊，我的妈妈真的变鬼吗？佛陀说，没有错啊，你的妈妈真的成为一个女鬼，因为她以前奸贪啊，毁谤三宝，你妈妈跟你讲的没有错，你赶快拿着杨柳枝啊加水啊，然后去供养每一个出家人，而且祈求每一个出家人啊把功德回向给你鬼道的妈妈，愿她离苦得乐啊。所以真众啊就这样去做，她妈妈啊不但喝到了甘露水，还马上脱离鬼道升天了。所以各位，等一下会花给各位一人一支杨柳枝啊，啊，我最近看来路边多的是杨柳枝，各位要知道这杨柳枝功德很大，观世音菩萨手上随时拿着杨柳枝，这个杨柳枝只要碰到水，那个水都得到加持变甘露水，不但可以拿来供佛，还可以拿来布施鬼道。所以你家里如果种杨柳枝种长一点，风一吹过来只要碰到水啊，像杭州西湖边的杨柳枝啊，那些鬼道就等着那个泼起来的水，因为鬼道啊千百万亿年啊很饥渴，喝到水变火变血浆一样啊。所以今天发给各位的杨柳枝还有很大的利益，念准提咒它变成可以驱魔消病苦，念大悲咒乃至杨柳枝药咒，这个准提这个杨柳枝还可以呢消除病苦洒净种种。所以在佛陀的时代啊，佛陀有一次在竹林精舍的时候，在印度的北部吠舍离的地方发生了很大的灾难，当地的人啊被罗刹鬼这样干扰啊，死掉啊，眼睛流血啊。那个时候啊，整个小国家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一个长者叫月盖长者
有亲近过佛陀。那个时候月盖长者就赶快跑来问佛陀，佛啊，我们这个小国家快灭亡了，罗刹鬼这样子的干扰，大家都病啊，发烧啊，死啊。佛陀说啊，月盖啊，你赶快回到你的国家，告诉你们的国王啊，你们全国的人，大家如果很虔诚啊，向着西方绑着摆着这种香花水果这种香案，就像我们摆在佛前这个，向着西方，大家跪下来啊，一心称念，来跟我这么念，南无无量寿佛，南无无量寿佛，啊，这无量寿佛在经里写无量寿佛，事实上就是阿弥陀佛。所以说月盖啊，如果你们国家这样子做，那个时候如果有佛菩萨现前啊，你们赶快拿了一支杨柳枝跟干净的水给这位佛菩萨，佛菩萨就用利用他的功德力啊，帮助你们国家消除灾难。月盖听了佛陀这样讲以后，跑回国家跟国王报告，国王就带着全国的人向着西方啊摆着香案，摆着香案，大家一起称念南无无量寿佛，南无无量寿佛。那个时候观世音菩萨现前了、观世音菩萨现前的时候啊，国王赶快把杨柳枝跟甘露水交给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嘴巴念着大悲咒，在全国这样子撒甘露水，结果啊，这个罗刹鬼的病苦传染病灾难啊，就这样消灭了。所以各位，我们从古到今啊，那么只要一个地方要撒净，就是杨柳枝加的水，嘴巴念的啊大悲咒，这样就可以撒甘露净化，还可以给鬼道施食啊。所以等他们那边鬼道去除以后，佛陀过一段时间又亲自到这个国家广严城去讲了各位很熟悉的药师经啊，药师琉璃光本愿功德经啊。所以各位，这个杨柳枝我一来看呢、我们丹东路边种了可多了啊，有几棵树很重要，第一个叫菩提树，菩提树叫延命树。在佛的时代，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小孩子断气了，他抱了这个断气的小孩跑到佛的奇缘精舍找佛陀，那个时候佛陀不在，阿难啊那个时候在，那个很急的妈妈说，我儿子死了，快死了。阿难说佛不在啊，但是那一棵树代表佛陀，你赶快把你的小孩子抱到那个菩提树下吧。那么这位妈妈就把小孩子抱到菩提树下，菩提树下说，在佛经说啊，每一棵菩提树旁边都有两个护法女神，结果这个小孩子一躺在菩提树又恢复了呼吸，活过来了。所以菩提树也叫延命树啊，所以每个佛寺里面、都会种个菩提树。再来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杨柳树，杨柳树带有大慈大悲啊。所以各位，你有看过杨柳树，我们拿的时候是朝上，然后它弯下来，朝上代表什么呢？跟我念，上求佛道。然后杨柳树弯下来代表什么呢？下化众生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永远上求佛道，他要大家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但是他永远弯下来下化众生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布施鬼道，每个人也要拿一根杨柳枝，然后除了做施食火供以外，各位把这个杨柳枝啊撒了水，到处撒在人的身上，撒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只要水滴在地上都变成甘露水，然后这些鬼道只要喝了一口水马上就升天。所以佛陀在救拔咽口经里面说啊，像我们今天大家愿意这样慈悲施食，这一些鬼道众生受到各位慈悲的施食饱满以后，马上脱离鬼的身体，身为天上逃离天宫的天神呢、那么这些天神呢、变成一个善神，生生世世来拥护你，这个就是满足了我们的布施婆罗蜜。所以佛经也说啊，各位用食物布施阿罗汉，布施辟支佛，功德啊有500劫人天的福报，很大咯。但是各位如果像今天这样以慈悲心以善心布施鬼道一口之饭，各位这些功德啊变成成佛的菩提之粮，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施食，在我们佛教里面施食有两种方法，我们中国呢就是直接用食物啊观想啊，就像我手上拿这盘食物面饭稀饭，那我们出家人是用7颗米饭和一条面，然后啊念的辨识咒甘露水咒加观想啊，小蒙山大蒙山，然后放到外面的地上，不能超过75公分的一个清净的地上或石头上，然后三坛子布施鬼道众生，这是第一种方法。
但是这个要加上观想。那第二种方法呢，也是我们在大悲陀罗尼经也好，准提经里面有的，就是用火神的加持，火师啊，火师。那么这个火师特别，那么由莲花生大师啊，从印度带到西藏来，带到西藏来，啊，那么把食物按照经典说了，祈请大圣紧那罗王火神的加持，把这些各种不一样的食物火化，然后变成烟。各位要知道，鬼道不是直接吃哦，我们拜鬼道的东西他没有吃走，他是吸那个味道而已，把味道吸走。所以如果你把食物用火这样一烧，那味道更骗了一大堆，骗满一切处。所以我们就布施各种不一样的食物，然后他们吸了这个味道以后，我们借这个机会赶快念佛啊，持咒啊，三皈依啊，啊，透过佛菩萨的加持啊，把这些鬼道地狱道马上超度，让他升天。所以各位，这个是一个大慈悲，而且消除一切恶缘。所以佛陀在就拔焰口经特别说了，他说若比丘比丘尼出家人，优婆塞优婆夷在家人，童男童女，特别注意哦，小孩子最好。为什么？我们这些大人哦，脾气不好啊，小鬼不敢过来的了啊，鬼啊很怕人，人也怕鬼。所以我们中国在做施食的时候啊，都会请红衣大师，红衣大师大慈大悲啊，鬼